小空，我在。关灯。好的。你盯着我干嘛？你不热吗？我这不失眠吗？我免疫力不好，我怕冷。我警告你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老实一点，不要抢被子，不要打呼噜。你才打呼噜呢。收。李博士说了，要牵手。啊？小柯，我在。关灯。好的。你睡着了吗？根据入职协议第135条，乙方卢恩同必须每天晚上主动拉着甲方宋延旭的手，待甲方睡着之后方可松手，否则赔偿加倍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宋延旭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听到什么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响。好像是有什么东西。不是吧？你家不会闹鬼吧？不是。你下去看看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小柯，我在。开灯。好的。啊，怎么了？有蛇。